出场方式总是很特别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他们梦想着有特别的出场方式。嗨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作为新人结婚的花童，他们恪尽职守，努力工作，虽然出场时可能会有些意外，但丝毫不会影响孩子对先婚夫妇的真诚祝福。他们对打针望生畏，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应对畏惧的东西，面对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。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，啊，看着我，丹丹，看着我，到那边，到那边，看着我吧。好，别动啊，把这个手放下来，你这个手别动，别动，丹丹就整个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，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奥利，奥利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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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吵了。孩子犯错时，孩子会尽可能的降低风险指数，及时认错补救。快点呢！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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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救！我，你爱不爱？你爱不爱我？我。孩子最怕的就是爸爸带娃，萌娃哭不哭完全取决于爸爸的心情，爸爸带娃活着就好。几颗？四颗。再数一下几颗，我的黑色的。五颗。那水印呢？一。对于父母而言，照顾孩子是次要的，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爸爸的快乐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之上，萌娃也是爸爸的小帮手，真有事时候他们是真傻，虽然他们不是自愿的。